哎妈，你别催了，结婚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啊，算了，那我马上过去。啊，那个老板娘。啊。你晚上有空吗？干嘛？我想请你帮个忙。那得看什么忙。哎呀，我最近烦死了，那一直天天催催催的。不，为什么会找我啊？我这还没准备好呢。哎，没什么好准备的，来来来来，坐。你帮我完成了，我请你吃饭。有点不太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我先走了啊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就这个设计图，我记得你也是会这个的，你去他帮帮忙啊。不是，你不是让我假装帮你见家长吗？你想什么呢？我走了啊。你去哪？我去相亲啊。相你大爷！你给我过来。咋了？不准走，自己改。误了我的中文大师，你得赔我。赔就赔。